拿来说，拿来，跳过，哎，给我是跳，哎，一二三，等，哎，真的，我真的很深深的感觉到这边有问题，还是要这样？不是啊，他会把我的五十条命全部都刷掉，我敢说。对啊，这两个秘密通道也找不到吧？你们谁可以帮我讲解？讲解一下，你们谁讲解不出来？作者就讲解出来了。哎呦，我啊！我可以作弊一下吗？我想作弊一下、欸。啊，这，从这边下去，这边上去，这边下来，不对啊，可是我进不去哎、欸，啊，那边要按上哦，可这块也没有旗杆啊，所以说，这块没有终点吗？不可能吧！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要按什么东西啊？太久没有玩过，就忘记了。Object， 太久没有看过这个，我不记得了。bonus level 之类的，原来是这样，怎么看都不对啊，他怎么可能啊？可能啊，我觉得好怪哦。可以上去吗？上去啊！可是要像这边有方块，可是一个方块能行吗？怎么样？那个密的还可以。什么啦？作者，你出来面对一下可以吗？我完全看不懂这个要怎么过，所以我要进哪边啊？这边对不对？进这边吗？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不确定得怎么办？我死掉，我又死掉了。先算你好，试一下冷静再说，到底什么鬼啊？等一下，刚开始我就感觉到这关不对的气息，我又死掉了。这关真的好正常哦，我觉得这关为什么天天那么正常？来跳，撞死你的家伙！来，走，有了，走你！完全就是可以只玩这一个，我等一下就，如果我这回再死
关恐怖，这关恐怖，这关的名字叫 Difficult World A3Land。这关怎么看就觉得很恐怖，其实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厉害了。那让我们看看，小，我一开始就哇哇哇！脚啊，我的脚很好吃吗？又没味脚皮吗？哈，没味的脚皮，好死掉了，好吧。哎呦，喂，不可以这样，狗狗不可以这样，乌龟，乌龟的什么啊？狗，我刚才讲什么？你知道吗？我刚才只按了一下，我只按了一下，我只按了一下跳，这哦，哎呀，哎呀，这怎么过啊？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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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乌龟生得真美，大头龟。我一点都不觉得美丽呀、啊！没你个大头，没你个……好，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了！啊，进来了！哇、啊！害我！Oh my god， 这不要跟刚才那一关一模一样，好不好？哎，有了，这个不行，哎呦，我怎么办？哦，我看一下后面，自动，喂，那个位置明明就那么棒的。我这几个人都换了，这样子就算了嘛。啊，难道说今天找这几个 Level Pro 他都没有任何一个是能玩的吗？啊，哎呀，啊，忘记了。好，这是我试的最后一次，如果这一次再试的话，我很卡。我已经受不了这几关了。哇喂，不要在中间徘徊好吗？好，你走你个，为什么这样会死啊？我有点好奇。OK， 接下来玩的这关就是 Parkour King。Oh my god， 我最讨厌跑酷了。我们应该碰上这关吗？我觉得我不应该碰上这关嘞、欸。怎么办啊？我最讨厌跑酷了，我最讨厌跑酷。我可以放弃吗？哎呦，你跑酷那么好，他跑不可以吗？他一定要让我慢慢感受他的趣味的感觉。根本就没有跑。喂，这关居然还叫做 Poker King 你个大头，哎呦，我不应该乱说话的。
真的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是女人叫我们勇敢的一剑家，哈，是此方向剑。啊！哎！哎呦！哎呦！哦，有了！啊！去死啊！你这家伙！哎 ！U R B A 啊 ！U R B A。O 还是 B 一三零，我看不懂啊！别写什么，我看不懂作者作者作者。Mars Germany Level Two Show Platform。好，我哇，这什么鬼啊？这个城堡用的怎么那么奇怪？我有点搞不清楚是城堡形状怎样，然后我不能进那个城堡。我想进城堡去见我的公主。说人闲话的时间来咯，你确定吗？我在实况哦，你可以讲话、啊，我又没关系。哎，你可以讲话、啊，我又不会骂你，就讲话吧，讲风凉话。哎呀，跳。哦对对对，昨天说那个很棒的 fan game 是什么吗？我哎 ，Paper Mario 3D Land， 哎，是在 MFGG 那边找到的。哦 ，MFGG 哦。Super Mario Flash Level Portal， 哎呦 ！OK， 等下，啊，怎么又缩小了？我遇到 bug 了！哎，不要，不要，我要把你给……哦，有了！可以上传超多的片。有 New Super Mario Flash Hard Level， 还有超载的 Fan Game， 还有不要放弃治疗，玩玩路人 Mario 的感言。你一定要说出那句话吗？我拜托你不要。我超赞 Fan Game， 我早就先接受治疗。什么？这是乱码、啊！后面这是乱码吗？还是我输入码输入错误了？怎么会这样啊？因为有问题，作者。